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秋姐，是真是假，秋姐来揭秘。今天我们来看看有什么骗术视频，二话不说直接上正片。我到探索者的阵营里面了，倒计时还没有结束，四个人一只鸡，合理吧？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合理？这确实挺合理的，不管合不合理，这个视频是真的，而且这个 bug 真实存在。秋姐这就把方法告诉大家，记得点赞订阅，以免视频永久丢失。这个 bug 呢需要队友，先让队友呢在你后边封个身，这时呢我们只需要点击跳跃就能进到这个搜索者的房间。不过呢这个 bug 呢用处不大，只能调戏一下搜索者。倒计时一结束呢，你就会被搜索者给调戏了。既然都看到这了，秋姐偷偷给大家分享一个新的无敌点位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到城堡的楼梯的二楼。首先呢，我们需要对准我们的一只脚是悬空的，另外一只鸡脚呢才踩在楼梯上。这时候呢，不用慌，让搜索者来淘汰你。啊，不是这两人眼瞎吗？你们都还没把我给淘汰呢，快回来呀！ Nice， 复活时间一开启呢，就让队友来救你。救你之后呢，你就能卡在这个楼梯里边，在这个地方简直就是无敌，根本没有搜索者能看到我们，就算排查区排到我们这，根本也不会有人发现到我们。当然呢，如果你稍可还注意到前面有一个黑洞，当然呢不要跳进去黑洞，因为如果跳进去黑洞的话就被淘汰。那这时呢我们只需要静静的等待，时间到我们就可以胜利啦。所以大家学废了吗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关注秋姐，带你了解事情背后真正的真相。